书由林冠哲、易文杰联袂表演。林冠哲，国防大学毕业，师承推手教范陈长春老师。易文杰，辅仁大学毕业，师承傅中文嫡传陈铁林老师。首先进行擒拿与反擒拿对练。擒拿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之下控制对方的行动。警察逮捕嫌犯就是擒拿的技巧。我们身体有200多块关节，在肢体运动方面靠的就是关节的活动自如。反向说来，要让一个人僵硬而无法行动自如，也就是要迫使他的关节该伸缩的部位无法伸缩，该旋转部位无法旋转。擒拿以及反擒拿是一体两面，驱使一个人的关节僵硬是擒拿，导引自己的关节由僵硬变灵活是反擒拿。好的擒拿法不能只是双方站着不动，把手臂扭来扭去，而是要充分运用腰胯部位的转动和步伐移动，才能展现全身的灵活，做到符合太极拳最重要的宗旨，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，如是贯穿，不令丝毫间断。第一个步骤就是利用腰来带动肩、肘、腕等等关节，其次利用胯带动膝、踝关节，最后就是利用移动步伐让全身更加灵活，扭转劣势，使之对我有利。擒拿法搭配太极精进，随对方而动，治人而不受制于人，这也是反擒拿的中心思想。坚持太极擒拿的理念，坚持收柔主义，并加上一点趣味，一点节奏，我们可以把擒拿法变成又实用又斯文又全身都可以动到的有趣运动。接下来表演的是太极对剑。刚刚我们观看了由太极推手精进到擒拿与反擒拿的对练，目前进行的对剑仍是保持三年连水，剑尖无情，但人总是有感情的，尤其面对你的伙伴，在对剑时务须保持剑尖不对人身，同时保持人的运转，以确保最大的安全。推手必须讲究沾、粘、连、水，不丢、不顶。相同的道理，对劲也不